Wow, wow, beautiful. 家住林芝巴松措旁的多杰正在努力练习自己的英语口语。My name is 多杰 This is my hometown, 巴松 Lakes.多杰大哥，你好，你好，欢迎欢迎！哎呀，终于见到我的向导了。来，你往里面坐。啊，好。作为当地的一名向导，他深知语言是沟通的桥梁。哎呀，他笑了，欢迎我来啊，对吧？你叫什么名字呀？阿西索，吉祥的意思。想见到我老婆那种的话，你直接叫阿佳。阿佳，阿佳是姐姐的意思吗？对对对，哥哥的话阿达。阿达。而更引人注目的则是桌子上琳琅满目的藏式美食。考验牙齿，慢慢子嚼，好特别的口感哦。我发现了哈，这边你看好多小零食啊，包括喝的这个酥油茶、牛肉干之类的，其实都跟牦牛的关系特别大哈。做主食也好，做零食也好，离不开牦牛。广袤无垠的高原牧场中，牧民与牦牛相依相伴。挤奶的时候给牛喂的是纯糌粑，让他们尝个甜头嘛。相伴，对。他们是如何将对牦牛制品的钟爱融入家常滋味的呢？这就是我们新鲜的牦牛奶。啊，是特别浓稠的那种。对对对。那你们会直接挤出来的牦牛奶就烧热了这样喝吗？它基本上都是喝腻了的那种感觉。相较于普通牛奶，牦牛奶中含量较高的脂肪赋予了它更为饱满顺滑的质感。为了长期存储，从中摄取更多的能量，一些风味独特的美食由此诞生。我们的话基本上都是先把这个，我们就打到那个木桶搅拌，第一个就是提取酥油。酥油堪称藏式美食的灵魂，那么它是怎样被提炼出来的呢？这个你看嘛，藏语名字叫董。这个好记，董董。牛奶叫我妈，就是鲜牛奶叫我妈。哎，对对对对。那酥油叫什么呢？酥油叫麻。酥油叫麻。鲜牛奶倒入特制木桶，这个叫假漏。假漏底下是个圆盘，还有四个这是透气孔，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就这样子，不停的搅拌嘛，不停的搅拌嘛。通过搅拌使奶油分离的过程被称为打酥油。其实还挺轻松的哈，打的这个挺解压的，挺解压。但这样子搅的话，那就是肯定是你，我们要搅一天都是肯定没有感应的。基本上都是你看声音都是要有这种的声音，没有劲儿，就这样子搅个三四百下，然后再休息一段时间，到时候捞出来的时候酥油更纯。而关于如何打酥油，代代相传的手艺有一套特殊的教授方式，也有一个相当于歌曲的那种数数的法子，把数的数那个你三百下嘛四百下全部都在这个里面了。大家都知道了怎么个数法，像这样子，这些劲儿不够打不出酥油，劲儿过大费力不讨好，快提慢压巧发力，待到打出绵密小泡，厚厚的酥油浮现。接下来该如何给酥油塑形呢？手要弄冷一下，这是冷水哦，因为酥油就怕热嘛，然后再用手这么子擀，这样往前拨。对，擀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这样子的啊，一捧。对，一捧，然后再轻轻的，这些都是不能用力的，成型这样子的时候你就放到冷水里面先。好。轻柔收集酥油，冷水固形，待到所有酥油从奶中捞出，再将其捏合。就是随时吃随时取，就掰一小块下来就可以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吧。烹制藏式美食的重要原料巧妙诞生，色金黄，味香浓。不过此时请回转目光，牦牛奶中的油脂被分离而出，盆中剩下的物质即脱脂奶。牦牛牛奶的第二个精华就是奶渣。
文火加热牛奶，使其持续沸腾。这个也是牛奶里面提取出来的，这一盆、是吗？啊，等一下我们把奶茶取了，我们这个要变成这个颜色的。现在加的地方你看慢慢的成块了吧，这些地方、你看是吧，哎，那我怎么样能看到其实这个奶渣已经完全凝结成了？用瓢摸一下、它基本上都是硬的，这边的全部都是，这个已经变轻了，这个变成这个了吧，必须要挤出去。奶渣是由脱脂牛奶经过酸化凝固而成，分离而出的淡黄色乳清作为下一次提炼奶渣的酸化剂被再次利用，就此完成了牦牛奶的三次神奇蜕变。好嫩啊，好想尝一口。慢慢来，它还是烫。怎么样？它是微酸微甜、对，微酸微甜，奶香味足足的一个。质地松软柔嫩的奶渣才是多杰用来征服味蕾的杀手锏。做那个奶渣包子也是很好吃的一个美味，还有一个必备的一个萝卜炖牛肉。基本上做包子在西藏各地区的话，桌子上面不少那个菜。清甜的萝卜搭配醇香的牦牛肉，率先入锅熟制，为迎接奶渣包子做最隆重的准备。酥油浓郁，奶渣清爽，两者在锅中再次相遇，醇厚的乳汁香和清新的酸甜达到微妙的平衡。哎，怎么包子跟饺子似的呢？这种包子的话，从头到尾吃的话一模一样。原始的藏式包子是这样做的。其实你做向导这件事情也算是还蛮新的哈，在这边。但刚开始的话，那这个向导还做的真的有点丢人呐、怎么了？这个普通话也是好不容易我们自己练出来的，所以说就害怕遇到带那个家乡话的话，就是我们不太懂他们那个说的所说的那些语言，那就是不好回答。然后再觉得你回来回到家里面想，哎，今天他说的那个虽然是我不回答他没说什么、但我觉得他心里肯定不满意，那种心里就有纠结了。哎，我感觉你做这些事情都特别有热情，就好像把每件事情都想做特别好，细节也是。对，主要是自己会做的那个的话做到最精品，但不会做的那个的话，我就是努力的慢慢的学。藏式包子一般以青稞面和小麦面混合做皮，面皮对折封口，捏至花边，上笼蒸至片刻，美妙的香气扑鼻而来。感谢你的招待，欧亚秀。客气了，客气了。在这片广阔而深邃的土地上，精巧的生活智慧和手艺代代相传，诉说着人们对自然最质朴的爱意。